嘿、hey, 大家早上好，李斐 Vlog 又回来了。经常有观众留言说你们家的白色室外家具看起来很漂亮，但是脏了怎么办？其实很简单，跟您洗衣服一样，脏了洗就好了。Today is a big day. You know why? 这个人的体重多少年以来？几年以来？多少年以来？十几年了吧？我估计得有十几年，二十。首次突破100磅，是吗？100斤。哦，100斤。I'm sorry, 100斤。今天是99.9斤，是吧？哎呀，99.8。然后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听到他说，哎，不对呀，怎么又变成50头的了？然后说，哦，对，我手里拿了个手机，然后把手机放下变成了40头的。恭喜你啊，目标达成了。我瘦了之后我有一个新的烦恼，就是我所有的腰，这个裤子的腰都好大。哎呀，塞上衣服进去才行。哎呀，老掉。这个烦恼有点凡尔赛啊。Hello Jack. Hello. 又见面了。又见面了。连续两天。昨天晚上发两个朋友圈啊，一个是我跟、哦、跟昆尼还有 Julie 站在一起的，1000磅嘛，要500磅，换5厘米身高。对 ，Jack 这个优良基因还没要孩子，你应该多要几个孩子，多要几个行。对，没问题。又高大又帅气，但是现在好像还没 ready 要孩子，没有 ready 呢。你老婆也没有 ready。我老婆也没 ready， 明显不想要，几乎就是说就是想要，就要的话只能代孕。也可以啊，你爸妈没催你。没催，那还挺好的。他妈妈比较随和，比较民主的那种啊，特别随和啊，不给你压力，不给我压力，其实几乎没给过我压力。OK， 挺好挺好。阿姨还看我们视频吗？看，但我妈在国内呢，现在跟你问好。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我以前在视频中讲过，今天再讲一遍。如果我可以有个弟弟的话，我wish是像 Jack 这样的，这种阳光大男孩，各方面。Nice.很 nice， 他是我们团队帮我带新人的，我们叫 mentor 的中文叫啥？导师，我觉得他是最佳的人选。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，我就听他讲了很多新人的情况，学习的情况，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啊、品质啊各方面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perfect 的一个 mentor， 就是他自己也说了 ，mentor 可能除了你有 knowledge 有专业知识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耐心，你要有真的愿意帮助别人的那颗心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我们很早之前就发掘他这样一个潜力，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把每个人的最优秀的地方给发挥出来。Jack 就是这样的，嗯 ，Jack 所以虽然产量在我们团队不是最高的，但是他是被团队所对贡献最大，被所有人共同尊敬的一个人，对，算是我们非常核心的成员之一。老婆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不要孩子？之前我们没有出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少见的现象。现在挺丁克，现在越来越多了。来看房，这次还是给自己看。我们看一间未上市的房源，在 Laguna Ultra。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未上市房源，这也是一间未上市房源。现在想买房，可能只能在未上市房源中找了，市场上的都抢不过别人。像我们这种想用贷款的那些现金买家，真的是轻松把我们打败。哇哦！我们的计划是帮我们买一间投资间过渡房，我们搬进去住，然后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给翻新加建完成了再搬回来，把我们买的投资房给租出去。
但是现在实在是找不到。听起来就很复杂。听起来复杂。一部都没卖出去。而且找不到好的标的，确实很困难。我很理解我们的买家，不光是买家们，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，更别说一般的买家了。我们对新买的这个伞还挺满意的，其中有一个功能我最喜欢的是它可以360度旋转。See？ 当我想让它盖到座椅这边去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旋到最远了。老公，新的伞都有这个功能。OK， 可能我土鳖了，但是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功能。对，然后我想让它盖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再把它旋回来。I like it， 而且还可以照明，底下有灯光，上面是太阳能的那个电板。这会儿怎么不亮了？亮，你看它亮，只不过现在太亮，你看不到。OK，OK，Nice。我想要买两个，一个覆盖这边，一个覆盖那边，我们家领导不同意。他说让我先用什么两三个月，如果还真的很想买两个的话再买两个。 OK， 我再坚持一段时间，以后可以把这里变成我另外一个摄影的区域啊，拍视频的区域，就不用老是站在这儿跟大家讲话了。 Hello 李飞叔叔。Hello， 三明。Hello， 鬼香。R4F4 到了。啊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要啥来啥。Hello。哎，嗨 ，Julie， 来。哎，我们俩衣服也穿一样的。Hello。我要不要去换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？那好呀，好呀，你有。Hello。还五粮液呢。拿个鞋，干了哈。这我一觉醒来，谁传了这么个局？我啊，你不仅传了局，连衣服都换了，为了好好吃一顿啊！对，我换的你的衣服，我换多少油啊？用我们家的地方传局，这都是你叫来的？我们都是一伙的，以后有偏心啊！这是他老乡，他也内蒙，我们内蒙老乡啊。那为啥叫坤弟？听说他能喝，今天准备挑战。哦，好。内蒙 PK。啊，内蒙 PK 青岛，我们两个内蒙夹在中间。对，我争取以后把房子换大一点，咱们就可以多点人过来。对对对，那我以后多叫点。美食博主舒阳啊，不，石阳。黄昏吃到晚上，我的摄影灯也派上用场了。准备吃到几点？挑灯夜战。吃到明天早上再走。让你见一下洛杉矶凌晨的四点。你好刻苦啊，你好努力啊。我给 Rex 预告一下 ，Rex 跟 Carrie 的第一集视频即将上线。好。叫 UCI 学姐美国什么买房历险记，好羞耻，别说了。Rex 瞒着自己家人在这边买了栋房子，然后赚了不少钱，结果为了哭穷跟自己家人讲亏好多钱，所以在这集视频中并没有说多少钱买了多少钱卖了，但其实赚了蛮多的。千万不要生儿子。儿子只会一件事情，坑爹。实际上是97买的，你装修花多少钱？我陆陆续续，那是成品房啊。就反正120呗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就帮你卖了145。哇，涨了48。哎，这也50%呀，这也不算坑爹呀。两年之内。对。这也不算坑爹呀。但我爸认为坑爹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去更视频了啊。我们有一个日更方案，他们现在在阻挠我的日更方案，要让我请喝奶茶呢。